好，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好，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20度，最高温有26度，4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太武来一圈日19度到27度，降雨几率都在4成左右。三地门雾台马家16度到26度，有1到5成的降雨机会。桃园区纳玛夏茂林区12度到25度，降雨几率都在2成以下。阿里山乡13度到23度，1成的降雨机会。仁爱鱼池水里信义低温9度，最高温24度，在仁爱有6成的降雨机会。和平区13度到23度，2成的降雨机会。南庄师潭泰安17度到21度，1成的降雨机会。关西尖石五峰12度到21度，在尖石乡有7成的降雨机会。乌来区、复兴区14度到18度，6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在大同南澳14度到21度，降雨几率是高达100%。新城、花莲市吉安22度到24度，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。秀林、万荣13度到24度，降雨几率也都是100%。寿丰、丰滨20度到24度，100%的降雨机会。凤林、光复、瑞穗20度到22度，有8到9成的降雨机会。卓溪、玉里、富里低温9度，最高温21度，8到9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在东海岸的长滨、成功、东河21度到24度，有5到9成的降雨机会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16度到23度，5到7成的降雨机会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19度到25度，降雨几率都在5成左右。太麻里到金峰达人17度到26度，也都是5成的降雨机会。而在兰屿地区23到25度，6成降雨机会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17度，最高温23度。